们年，大家好啊，我是老白。哎呀，今儿天儿还不错啊，有点下雨，然后凉凉的。突然想起来有个网友推荐说，有一家这个什么张记焖窑，然后他家的那个肉特别好。我想这天吃肉太合适了，所以我们就来了。走，咱搂搂去。麻烦您点菜，随便来一下吧。再来鸡啊，烤鸡比较慢点啊。来个蘸酱菜吧，它是上面搁一炉子，这个估计不是烤着用的，应该是加热用的。焖窑这个玩意儿，你要在野外什么的，根据地形不同，弄了一个炉子，这才能受热均匀，然后烤出来外焦里嫩，特别好吃。这饭馆里边估计它也是一个大烤炉、大烤箱那样一个东西，然后也是转着烤什么的。你看我们这聊着聊着就上来了，有肉当然得有酒了，怎么能没有酒呢，是吧？新种啊，还是不错的小东西，今天咱们就喝它了。哇，浓浓的麦香，绵密的泡沫，金黄色的酒体，天津各位，它的那个啤酒花的那个苦味和香度和麦芽也融为一体了，清爽干裂，好喝，值得推荐一下。某宝搜吃货请愿小卖部就能找到这款酒，不错。每次到吃这种菜的时候就非常高兴啊！来，骗您各位，我下手了。哇，好烫！老杨，还有什么要聊的吗？顾不上了。大杨麦没有什么膻味，这烤的呢略干，一咬就脱脆的皮直接倒进嘴里，腌的非常入味，很多调料的那种碱味啊、香味啊，在你嘴里边不停的窜，加上你们那个比较丰腴的肥油啊，好满足的感觉。脆骨比较多，我这比较爱吃脆骨的。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大姐刚才说让我们点个素菜，稍微那什么一点的，因为这个肥肉部分确实稍微有点腻，但挺好吃，吃到这必须得喝一口。夫复何求啊，是吧？日子过成这样，单买一斤可能不卖啊，这一扇就是最少三斤半，我们这三斤八两的算比较大一点，的确挺好吃。但是这个焖窑呢，说实话我没吃出来啊，因为我也吃过很多所谓的焖窑，他家这个有点像电烤的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尝出任何的烟熏火燎的那种味道。羊排推荐，来吧，这个招牌烤鸡来了，哇，还挺烫的啊，屁股里面冒烟，屁股一溜烟啊。没关系，咱先撕一点点肉，稍微尝一尝啊，就别太狠了。最起码，哇，这个对方留一点是吧？哇，没想到撕这么大，我也不好意思吃。来，导演给你吃，来，导演，你敢接我就咬你。来，谁想吃？啊，你也不吃啊？客气了，那我来了啊！啊，真是鸡腿你们都不吃，哎呀，多不好意思！你说，哇，闻着好香啊，有点当年我们家八珍烤鸡那个味道，皮还是很脆的。哇，好脆，脆皮烤鸡。那各位，天津呐，你说你也不吃，大家也不吃，那我来吧。质量直往下低啊，皮焦脆，鸡肉很嫩，一点也不老。这个皮儿这么脆，然后里边这么多汁水，这个鸡烤的有点不容易。整体是有咸淡味的，而且咸淡味刚刚好。它边上也有调料，但是我觉得没必要蘸了啊。哇，这个，这个基本上应该是我上半年六月份之前吃过最好的烤鸡了。不管怎么样，就是好吃到极致不至于，但是有一点它能做到，就是解馋，值得喝一口。来，那个烤鸡隆重推荐一下。
哎呀，吃腻了，咱来点蘸酱菜，看都有什么啊？苦菊、生菜、黄瓜、小萝卜啊，鸡蛋酱。这个鸡蛋酱看着好像弄得也一般吧。说实话，没有东北的好，量也不是东北的好。东北吃蘸酱菜，吃的哇兴奋极了，这儿一般吧。这个大酱不行。我是西天浩特的，咱有沙葱吗？现在也有沙葱，今天没啊，忘点了。咱家有手把肉吗？但是你得先给我打电话。行，可以。我错过了沙葱和烟酒那花酱，下次来一定高低高低，我再尝尝。这旁边有好些胡同啊，其实北京解放前后有一大批那个胡同的改名，比如说有的名称不雅的，王寡妇斜街。就得改是吧？咱也别说改成什么了是吧？现在还有人住在那儿，一溜胡同，罗锅胡同，这都必须得改，不雅。炮局胡同这个留下来的，炮局胡同就在这边上。这最早干嘛？明朝做那大炮，这个不是特别出名，更出名的啥？那会儿这儿是吧？大家知道有橘子，然后那个比较那什么的橘子，然后那会儿北京治安有一度啊，就是好像没有现在这么好啊，也不错，没有现在这么好。然后呢，就好多人就弄进去了。北京话金炮局了，我这老金炮局的叫老炮，大概有这个关系啊，但不完全对。笑谈啊，功德林，北京有一号炮局胡同，北京有一号，这俩地儿都是那坏人闻风丧胆的那种地儿。啊，今儿我们在边上吃饭是吧？东直门过去大家记得吧？咱讲过这个九门走九车的典故，来不许百度啊，不许翻旧视频。有人能马上想到东直门走什么车吗？啊，肯定有人记得是吧？对，走木材车啊，大木厂、黄木厂什么什么，都在这个东直门那边。然后那会儿呢，沿街两边的油盐酱醋店，什么生活卖那种针头线脑的那种商铺特别多，颇具生活气息。战斗力还是可以的，剩了个广东名菜。你不该说你过来，我来吧。这顿张记焖羊吃完了啊，肉解馋，鸡哇太多汁水了，皮烤的脆脆的，我觉得非常非常优秀的一只烤鸡。蘸酱菜呢稍微差点意思啊，个人吃的比较满意，这家我觉得还是可以推荐一下的。三个人一共花了多少钱呢？383。那这期就是这样，世界很复杂，但至少在吃烤羊排、烤鸡、张记焖羊的时候，我们不会说谎。专卖粮食就